嘉义市新月花园酒店前进阿里山偏乡小学献爱心，今仔日举办盛大的公益音乐会，邀请多处迎客全日本高校奔走甲大赛金像素影的徐志野高校管乐团快闪演出。新月花园酒店今年透过公益大房专案募集的经费，将用于提升阿里山国民中小学教学的设备，以及来个国小前进奥地利要参加国际陶笛音乐节所需要的旅费。经过五冬，来自日本的徐志野高校管乐团再度来到台湾参加嘉义市国际管乐节。这团伫咧日本，毕竟为是名称级乐队的乐团，伫咧十五号是特别来到星月花园酒店参加做爱偏乡小学公益音乐会，用精彩又过充满活力的音乐演出，为这场公益活动加添温暖。连续四冬得到全台湾上界美丽的饭店肯定，嘉义市星月花园酒店逐冬拢送爱予偏乡小学。今年饭店透过公益大房专案所募集的经费，将用伫咧提升阿里山国民中小学的教学设备，佮有阿里山内级国小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陶笛音乐节所需要的旅费。连续五年吼举办这个偏乡赞助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赞助偏乡的话，我们除了说有固定的一个公益住房的方案以外，那今年的话，我们特别啊，请我们的干部在那个刘志董的带领之下，到阿里山偏乡国小跟阿里山公所跟这些校长他们讨论，发觉到除了设备以外的更多的一个活动，其实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帮助的。所以今年我们在跟来吉国小知道来吉国小他要去2025年要去参加世界陶笛的一个表演，那这是一个让我们台湾让我们嘉义能够在世界露脸的一个机会，那他们到这个欧洲到维也纳去参加这一个陶笛表演，那需要的话一些旅费经费的话，那在我们的一个号召之下，很快的我们就把他们所需要的经费能够筹齐，那相当的感谢，其实各界的这些热心善心人士能够共襄盛举的办这个活动。我们新的花园酒店，我们是提一个种子，那我希望这个种子能够布满我们整个社会，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那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充满音乐天赋的偏乡小孩、原住民小孩，能够在国际上有露脸的机会，也希望这些小孩子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演，对他们的未来能够更加的前途光明，能够更加有世界视野，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谢谢。这场公益音乐会特别邀请到嘉义澳湖晨光智能发展中心的苏星做会参加，欣赏美妙的音乐演出。星月花园酒店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唔那要做旅客心目中上水的亲子饭店，嘛要跑增音乐，邀请大家做会来响应，将爱传出去。最新新闻，刘定顺、王秋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在讲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